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来源：律师权益官助网，2018年1月26日65292，云南玉溪市峨山县检察院发布通告65306。今年1月65292，我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在履行监管活动检查中，发现65306云南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毛某12289陈某接受犯罪嫌疑人于某家属的委托后，65292未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告知案件办理机关的情况下，65292到峨山县看守所违法会见了在押犯罪嫌疑人于某122908203峨山检察院在通报中说，65306毛某12289陈某的上述行为为反了1229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2299第33条第4款1228912298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2299第3条12289云南省五部门联合下发的12298关于规范和保障辩护律师依法执业有关问题的规定65288修订6528912299第12条之规定65292及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12289被告人委托后三日内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65292并提供律师事务所证明文书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12290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65292我院根据12298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12299第40条第65288265289向启动纠正违法程序65292通知云南协和律师事务所予以纠正12290近日65292我院收到了云南协和律师事务所对我院发出的12298纠正违法通书12299的整改纠正情况的书面回复12290 asbdo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push 本网编辑评论65306 12298刑事诉讼法12299虽然规定8220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12289被告人委托后65292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822165292但并没有明确8220及时8221的含义12290云南省12298关于规范和保障辩护律师依法执业有关问题的规定65288修订6528912299将8220及时8221明确规定为8220三日内822165292但没有规定律师在接受委托后65292不能在通知办案单位之前会见犯罪嫌疑人12290云南省该项规定将12298刑诉法12299规定辩护人接受委托后8220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8221的规定自行规定限定在三日内65292属于滥权12290另外65292峨山县检察院要求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先通知办案单位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65292是事实上滥用职权造成在国家法律法规之外任意增加律师代理备案手续12290参考资料65306 asbdo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push 1229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2299第33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65292有权委托辩护人65307在侦查期间65292
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12290，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12290。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65292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12290。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65292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12290。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65292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12290。犯罪嫌疑人12289，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65292，人民法院12289，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12290，犯罪嫌疑人12289，被告人在押的65292，也可以由其监护人12289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12290。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12289被告人委托后，65292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12290、12298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2299第三条12288律师职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65292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12290律师职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65292以法律为准绳12290